及拍，因为太热了。厉害 ！Later that same evening. 现在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这间酒店的评论。整体上，根据 Google 的显示，它是五星级酒店。房间方面很大间，然后还有一个浴缸。因为我的住宿是包含了早餐，所以早餐方面，选择不是很多，只是每一天都有一两样不一样的选择。然后其他的几乎都是一样，所以根据我的视频，你们可以自己看到，只有一两样换掉而已。然后停车场方面，因为它的后面是这个 Ipoh Trip 购物广场，所以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停放在错的地方，我们把车停在这个购物广场，然后其实它的停车场是在另一个地方。因为当我们做 check in 的时候，柜台方面没有和我们详细的解释，只是和我们说三楼四楼都可以停车，所以到最后才发现原来它是两个不同的停车场。酒店附近在走路的过程中就可以骑到这个糖水街，那边有卖很多小吃跟糖水，所以这里是很方便。我来怡保出差公干已经结束啦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 The next morning.
早餐后继续上班，午餐后就回家了。